Hello，各位观众朋友，我是 BD 啦。有这个钓友询问啊，我们天涯上面那一颗签是什么东西？它就只是一个中空签。我们这一个的制作呢，就是先用一个 wire 手，有没有？然后穿过去这个中空签，然后呢再绕回来，然后在中间这里来挂一个路亚环，再把它绕回来这里，然后再把它夹住，你的天涯才可以贴得近它，才不用说又再多一个八字环。你贴近它，不用多一个八字环，它这样两个重心就离得比较远。这里有没有这样？哎，我们两个重心就很近。你的重心呢，加在一起，那个比较不会造成重心偏移的那种感觉。我们就把它穿到这个天鸟的里面去，穿进去了，就是像这样，像这样。就让它这两个重量的重心可以尽量的在一起。天涯它的功能本来就是鱼来咬，它拖走了就把它吃到嘛，对不对？它就会刺下来，把鱼刺到，这时候我们就上钩，这样的惯性会比较好一点。当然你也可以用路亚环，然后把 NG 挂在下面，出水给各位看一下。今天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好了。今天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好了，你这一个1000块的重量，可能会把它往回拉一点点，有没有？就是鱼来咬，要拖走的时候，天涯会被这个 NG 的重量往回拉，鱼就可能比较不着钩，不然就是你开枪可能要开得很大力啊，或者是你还要再继续收剪线器的那个力量，那个惯性才有办法。正确的着钩，用这种方式会比较方便。那用这种方式的话，你就是你可能就是还要再制作一个 wire 手啊，这样挂。这个呢，加重天涯呢，最主要呢的作用是什么呢？就是要让我们的母线呢，让我们的母线保持是直的，对，就是尽量的呢。我们母线保持是直的，尽量不要去影响到其他的钓客啦。咱 BD 呢是足细腻的，咱那时候拍摄去给人趴掉哇，咱 BD 是足拍摄的。所以呢，我呢都会尽量的保持我们母线是直的。对，所以就是你当遇到海况不好啊，因为我们的潮流有没有？它有小、中、大、长流。你遇到中流啦，遇到大流，遇到长流哦。那个母线都会飘得特别飘，所以我就会用中空签把它挂下来啊。这个中空签呢，通常会准备一个4两啊、6两、8两。我们船钓哦，是依照你当下不同的情况去改变你的钓组，有可能，有可能现在这个时间点流很强，我挂到6两，20分钟过后，流已经不强了，已经开始慢慢反流了，慢慢转好了，我就可能改挂个4两，有可能现在的流已经真的是好到不得了，我们就正常钓，就不必要加这个铅。对，因为说真的，加这个铅虽然说可以让你的钓组是变回直的，但是呢，你变成手捧竿的时候会特别的累。比如呢，我这只赤活好了，我这只赤活呢，它的适用颗数是30号到80号的天涯，这只是天涯竿，所以它是写天涯的号数，300克的天涯。8两嘛，然后再挂上60号的天涯6两，对不对？6加8是14两，14两，我的适用颗数只有到8两哎，但是呢，我这一组已经到14两了，怎么办？你如果呢，这只天涯竿钓到这么重的时候，有没有？它的钓竿的那个力度就已经疲乏太凹了，你这时候开枪呢，其实会很难打到鱼的嘴巴了。为了背重已经死掉了，对，所以呢，如果这时候呢，我就会把我们的钓竿插到这个角度，有没有？你看，如果我们是直直的去让它背重的话，它会死掉。但是呢，我今天直接让这个线尽量不要通过我的钓竿的调性，有没有？让它变成斜斜的，直接用我们的卷线器的力量，卷线器的刹车。去排那个背重，然后你时不时的提你的钓竿尾，
时不时你的体内就让我去感觉鱼有没有咬，就是在似有非有的那个中间去试探鱼有没有咬口啊。这时候鱼如果有咬口，我们就进行开枪的动作。对，这时候哎，你那个反作用力就可以打进你的鱼的嘴巴。赶口号哦，我们龟猴赶的赶口号，我们赶口号，它也是这个娱乐观光船啊。对，既然是娱乐观光船，我们就先来看一下它的厕所，先来看一下它的厕所了，对不对？毕竟呢，我们坐身份证的船，船的环境很重要了。看一下它的厕所，哎，还算是小巧干净啊。我们的龟猴鱼港，龟猴鱼港它附近呢很多地方都可以吃，然后我们先去这个港口里面先报到，给他那个身份证跟钱跟船租。他前面啊，他后面那里也有车位可以停，然后他那个鱼市里面也有车位可以停，不过就是观光的时候人会很多。一般呢都是像我们来，假如假日来的话，有没有找不到车位，就是往后面你龟吼去野柳的那个路上的那个那一条路，沿海的那条路的停车场那里都停得到。对，那我们先来去报到啦。港口便利店，你看那这里有卖这种哎真空过的这个船钓的海鲜啊。然后还蛮不错的一点是，你看里面钓具啦、酒水啦、食品啦应有尽有，钓不到鱼海鲜。Hello， 我们现在上船了。就是因为港口啦，他的客人都是钓大组比较多，我们小组直接老板就会帮我们安排了。对啊，所以就安排到这里，安排到这里这一只跟后面这一只，但是中间又插了一只大组，所以就可能这只船对小组没有那么友善了、啊，对啊，就是你是小组，然后旁边都会做大组的这样，对啊，看书板书啊，有鱼在跳、哦，好多鱼，出港咯。哇，哇，你看这港多漂亮，出港咯，今天跟我们王哥，我们来钓鱼啊，钓白带鱼啊，加油加油咯。来啊，我们先戴这个手套、哦，这个最可爱的手套。嘿嘿，还没有，秋刀鱼的那个肉啊，秋刀鱼肉它上面可能啊，他们要保鲜啊，还是要怎么样？有没有泡过药不知道啊，它也自然会出油。对，这个是保护我们的手的皮肤啊。我们这个跟港口买的鱼饵啊，它一大箱，一整大箱帮你切好850，这个价钱还可以啊。品质的话还可以啦，还可以还可以。我们今天使用这个赤火天雅杆，适用客数30到80号的。
回港了，回港了，我们回港了。船长说不知道什么的马达坏掉了，回港然后换马达再出来啊，受不了。
的掌印了。那我们今天呢，这个回复粉丝的这一颗中中天的作用在哪里呢？我们就回复这个钓友啦。喜欢我们影片的观众朋友们，帮忙按赞、订阅哦，谢谢，拜拜。